练球，基本上都没有在一起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日本这样。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！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！OK， 好，走，你去那边看，那边看。嗯，哇，今天好热啊，老公。哎，穿这么多，虚热吧？姐姐呢？谢谢谢谢，麻烦了。So I'm gonna start shooting. See you later. 那边。我们两个结婚已经八年了，在结婚以后呢，我们经常出去去旅游啊。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们两个已经四年半没有一起单独出门。